三家十数文，那一边做礼貌才会得神，莫非就是杨家门带我上前把门推？把这门关紧，听得那边鼓声响，不见娘子王妃心，我旁还有紫苍在我家苍下来看分明。哎呀，窗口高来看不见。哦，有了，天快啥头就看得清。凤袖举目向内望，只见一间小草房，小小香台草上摆，泡沫叫一分两旁，三枝清香露中藏，婚素菜肴桌上放，第一碗白香红灯贴堂肉，第二碗又见鱼儿扑鼻香，第三碗香芹蘑菇炖豆腐，第四碗白菜香干炒千张，第五碗姜烧葡萄蓉又浓，第六碗姜鱼花椒在花上，八碗一碗酒一杯，桌上筷子又一双，哎呀，看起来古人为我煮三周年，官人的娘子亲。